历史上有个非常著名的治疗故事，哎，没有，我把你，我把你和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对对对，就是那个千里投毒 <laughs> 啊，不是千里投毒，<laughs> 他他千里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寻找我这个病人。<laughs> 不，我我我我,我这也是治疗。你看，就是这是谁呢？这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 <laughs> 啊，俾斯麦，俾斯麦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睡不着，就是结果就是有一个江湖医生。 把他治好了，为什么叫他江湖医生呢？因为当时也是这个学院派不怎么认可他，就是这个人用的办法非常的，就是比方说他不是用药啊，不是用一些什么方式啊，这个人怎么办的呢？就是，这是很符合后来的这个心理咨询中，就是关于睡眠的这些理论，就是这个人就，他就他这样来治疗俾斯麦。当俾斯麦比方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就穿身一身制服，或者一身固定的服装，他就坐在那个俾斯麦的床前，诶不说话。 也不会再聊天儿，反正就守着俾斯麦睡觉。哎，俾斯麦睡着了，他就离开了。但是等第二天俾斯麦要起床的时候，他又穿着同样的一身衣服，然后就出现在俾斯麦的床边然后同样的姿势坐着。等俾斯麦一醒，就发现哎，这是昨昨晚上这个我睡觉之前见到这个人，今早上醒来见到的还是同一个人啊！连续几个晚上，就俾斯麦就能睡着了。那后来那人走了、啊这个、故事万一那人走了之后，俾斯麦又这,这事还没结束，但是我得做一个解释，就是其实。 呃，它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心理咨询方面的睡眠理论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安全感，嗯、一个是关于攻击性。 那么就是，比方说像那个文文涛，当你讲的时候，我就在猜，这仍然和你的攻击性可能连在一起。你怎么老觉得我有攻击性呢？因为你讲你的梦，<是>就前面讲的那个被追杀<对>或者开枪什么，你来。我觉得我很怂啊！呵呵我觉得真的，我净被人攻击。我跟你说、啊对，他你流露出来全是你相反的那一面。对你你自己不是一上来就说吗？<laughs> 你看起来是什么样？或或者我，我觉得你的理论呢。没有我们把攻击性再先放放，<吗>你可能前面一个部分关于安全感的部分。 那么安全感，你看就是，呃，他我们睡觉的时候得有一件事情，我们都得让脑袋松下来，是不是？对。如果你的思维很活跃，你就没法睡着。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脑袋松不下来？比方比斯麦他脑袋松不下来呢？就是或者为什么这个后来这个人就是，当他这个江湖医生就是出现在他床边这样稳定了接了几天，他就睡着了。因为当我们脑袋不能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脑袋就是我们的自我保护者。 哦，我们的脑袋它保护你看，我们其实都有一对矛盾，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体验，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身体。就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外部世界不安全。就是这个不安全有多重含义，我们的脑袋就作为一个不能停止的一个部分，在这儿不断的转。对比比斯麦来讲，铁血首相，他要操心的事儿多多多呀，是吧？所以他可能觉得所有事儿都得靠他，也的确是那个时候德国都是他靠他靠他掌舵。 他要一松懈，他觉得国家可能就不行了，所以他出现严重的这个问题。当那个人稳定在他身边，就对他说：“你就睡吧，你睡着，也我保护着你呢。哎”连续几个晚上，当他这个稳定的知道，哎、呃，这个人就是其实是给他一种感觉，结果他就睡着了。当然，这个故事没有到此为止。你刚才那个问题特别对，这个人后来呢？这个人后来娶了俾斯麦的女儿。 有人、oh, 对对对、哦、对，有目的的是吗？<laughs> 呃，他他不是有目的，他本来他就是来做治疗的，结果后来他成为俾斯麦的参谋，后来又又娶了。因为俾斯麦的的女儿也多半会失眠呢。俾、呃、斯,斯麦离不开他了啊，就相当于这样子嘛。哦，就用自己就这个女婿不能跟女儿睡，嗯、得跟这个俾斯麦睡。反正就是得站在那前面，这也挺吓人的。<laughs> 有一些人，我自己我自己就是接触过的一些总想做事儿的人，嗯，就是他真的。 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勤奋呐、啊？什么这些都有，但一定有一条，就是他总是能量场超值，而且他就是，因为我我我就从我自己身上反观，我会人生中有一些时刻是跃跃欲试的，我想到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义无反顾，但那个后来我才发现，它是一种生理的特征，就是我在那当下可能我睡了一场特别好的觉， 或者我喝了两杯咖啡，因为我喝咖啡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兴奋起来，然后我的人生感受和决定都不一样了，我对未来的这种期望值不一样了。但可能就在下一天，同一模一样的外部环境事儿，我就是因为我这个觉没有睡，我可能睡得很累，或者我今天这杯咖啡我就没喝上，我的那种畏难的情绪就很强，甚至我同样的事情，我的认知不一样，我能不能做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不是足够难，或者。 别人在这里面是不是足够对我有助力，或者说，甚至一个人他在此刻说的这个话，是不是让我觉得很很很烦人？我 <laughs> 就是这种生理反应。后来我就发现，说人是一架机器，它它不是稳定的，它是受就是你的大脑运作和生理的这些要素，然后决定了你的想法和认知。这个想法和认知不是一个凭空而成的。所以我觉得，你看，后来有一次我看那个小是很早以前吧。 有一个中医，当时我一个朋友去看，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怎么老是睡觉特别累？他说你应该感谢，但我不知道这对不对啊？他说你应该感谢这个，你是个能量值不高的人，你就是因为能睡，你还保护了一点能量值。他说你，我告诉你啊，有一些比如企业家，呃，或者是就是那种能人，他说他们除了他们其他的天分之外，最重要的是他的身体机制，比如说他很短，就四、是、个小时或五个小时，他真的不想睡了。 起来以后他就跃跃欲试，他就有一种要攻克一个东西的这种欲望，哎、这种欲望是生理机制造成的，对，然后剩下再配合他其他的能力啊什么的。所以，所以呢，就是所、哎，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把欲望全部发泄在梦里头，<laughs> 就像你一样，他你总老在梦里头打枪，<laughs> 嗯，那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梦、呃呃、梦里子弹太慢了。<laughs> 哦、所以我就我就问吴老师，就是你看像他所说的这个，有的人是在现实世界中。 他<它>能 <coughs> 精神饱满，有的人就在睡睡梦中，他就就这个时候跌宕起伏。欸、刚才你看我的解释，他有这个安全感和攻击性这两个原因。这个安全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睡想睡好，脑袋得松下来，就是得有安全感。安全感就是你,你知你确信外部世界是安全的，而且这个安全就来自于外部世界有人保护着你。而最初这个安全感就来自于哪儿呢？最初有一个稳定的养育者，他能够安、啊、安全的在你身，他能够充满力量的。 呵护着你在你身边，当你获得了这个稳定的感觉，你就获得了这个安全感。当你安全感住在你的内心里，你就知道就是确定的有一个，其实这是你内内化的一个保护者在你内心中，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脑袋就可以随时的松下来。然后，其实这些睡眠极好的人通常跟这个关系很大。我在讲关于攻击性的这个部分，攻击性我们存在，攻击性就是如果我们想就是把攻击性给和解了，就是就是讲原始的攻击性变成了带有生命。 呃，就是带有人性化的生命力，它需要完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恐惧，我们担心一，比方我一打你，然后立马就被报复，就会被伤害。但是攻击性，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攻击性就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力，所以它就得往外释放。但是如果就是在小时候，比方说你的父母非常严厉，然后你一表达攻击性，啪就被打，或者就就这时候你就觉得你被惩罚了，所以这时候你就不敢表达。但是当你的攻击性度过这个恐惧阶段，你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内疚。 你就担心一表达，因为你你攻击性，你发现你攻击了别人，然后攻击了妈妈，被妈妈接住了，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但接下来你就开始担心，如果我伤害了妈妈怎么办？那你就有内疚了。当有恐惧和内疚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发现自己的攻击性不能够很好的释放，它就不能构成一个闭环，一个完形。因此，这些咳咳攻击性不能够就是呃，就是比方说你每今天要做一件事啊，这个攻击性一升起，然后。 完成了这个过程，就是诞生、发展、高潮、衰落和死亡，就然后这个事儿，哎，你整个都完形了。结果等你睡着的时候，既没有恐惧，也没内疚，然后就是你还有这个安全感，然后你就酣然入睡。但是如果你白天比方做了事儿，你又担心内疚，又担心伤害了别人，又担心别人要报复你，然后你这个能量没法完形，然后你就有大量的这个恐惧和内疚。当然这是简单的概括性的说法，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感受。 然后就就需要在你睡着的时候用你的脑袋去消化。你看，这就相当于你白天有很多能量的残余，啊，有时候都不叫残余，这甚至成了你白天只表达了一点点，就是这个呃部分。就比方说你讨好了别人，或者就是你让步了很多东西，其实即你这个能量可能只完成了百分之二十，结果你晚上留下了百分之八十的能量，那你怎么办？你就得用脑袋去处理、消化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很难消化，然后结果会导致你的脑袋停不下来。 然后就算脑袋停下来了，你貌似睡着了，然后还在梦里头，这个有这种自我安慰性的梦，然后去处理这些东西。所以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和攻击性，它是就这样的。我听他们说，就处理就像扫尘，说你在晚上，你就像你在扫你的这个大脑里的这个尘，就是扫地啊，对，对，拍毒，呃，或者说你你在清理它的时候，这个你扫地不是就会有一些尘烟泛起吗？这里边就是一些残存的信号。那这种。 就是所谓这种讨好型人格，或者或者咱们说一个更极端的吧，比如说古代的皇宫里的太监。对。那他的梦里会是什么？哎，照道理来讲，他们就应该，这、就是极大的可能性是充满攻击性的。是吗？毁灭性因为他又是个奴才，他又没有。对。他就完全被被压抑了。对，完全被压抑。是吗？对。对哦。 哎，<诶>你可以做这么个推理。我问个题外话。呃，当然，我这个时候得得这样来讲，就是新的咨询有这么一个假设，包括刚才那个文涛你讲的一个很对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瞎猜。我哪怕是作为专家，就是甚至经验无比深刻，甚至证明我这个猜的还挺经常还挺准的，但是我们仍然得有一个假设，就是当事人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对啊。那么当事人知道答案是什么？就是这时候经常使用的一个。 比方在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之中，它就有一个叫自由联想，就是这个自自由联想，其实就是哎，什么是自由联想？你你你有一个重要的感受，对。那么这个，比方说你有个梦境，你梦见一条蛇，那么这个蛇先就是你去就是感知它，就是观察它，变得栩栩如生在你的这个描述之中。那么这条蛇，它让你想到什么？又让你想到什么？这叫自由联想。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每个人联想的。 可能都代指不同的问题，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对吧？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知道，当那个答案对的时候，你自己知道答案是对的，所以它和科学主义不一样。就是科学路线通过物理性的手段，通过这个客观的方法能够侦测说，哎，这事儿、就、这是这是答案。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观世界，就是我们的心灵世界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用这个纯科学的手段去研究梦，去研究梦境。 就是或者研究我们的内心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就存在这个问题，你找不到那个就是就是可以简单测量的那么一个东西啊，就说啪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就成了这个部分，就是这也是心理咨询的一个假设，当然不是所有的心理咨询都这么认为，就是我们自己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所以你可能就是有十个答案，就是当那个答案出来了，你说啪一下，你感觉诶。 这个东西比这个心里的结对对,对,对<开>就是就是说，嗯、呃，他是否是个标准答案，<对>或者说是否是某个医生告诉他说你其实应该是这么想的，嗯嗯、这些都不重要。对对，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在发现自己对你自己知道，然后你自己或许也不用告诉别人，你自己知道，你你分明知道你哪一个点触发了你某一个东西。<对>这个思考的过程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呃呃，就这个就,就是至少是这个找到答案的过程，是吧、嗯？找到答案带有一定的疗愈性，但也未必起到疗愈的结果。嗯嗯 这个最近呢，我又看这个呃马斯洛，咱们这大学的时候就在说马斯洛五个需要层次，什么这个最低的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会产生安全感的需要，然后是爱和尊重的需要，然后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啊。我觉得我们没有很认真的看这个马斯洛的心理学。马斯洛他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百分之九十的心理学，都在研究的是消极面。 病，就是说你为什么焦虑、恐惧、愤怒、失控？然后呢，包括就是说百分之九十的这个睡眠研究就研究你怎么睡不着，你在讲想,想什么事儿？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精力去研究正向的心理学呢？<对>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个心态正常的人？<对>呃，然后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人性当中的慈悲、友爱、亲情？ 啊，父爱母爱，我为什么不研？甚至他说，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成功人士呢？我们为什么都研究那些个生活当中的好像是呃失失败者，哎呀，这个挫折者？他说，在这个正面人物身上啊，正面人物身上，我们同样可以得到更多心理学的启发。就是说，那好的是什么？你不要老说坏的是什么，然后咱们对症下药。那好的能够睡的那一沾枕的就着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甚至有医生建议，你应该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可能他性格当中的很多东西会改跟我交朋友吧？这个这个未必，这个未必，是吗？就是你和这样的相处，可能你睡得更糟糕。啊，对比，自惭形秽，是吗？不不不不不，这也有，无法理你的痛苦。因为这样的人他自己活得很痛快。哦。你可能和他在一起，他他的攻击性爆棚，是吧？就是他，你经常要这样。这算事儿吗？是吗？对，别这么想了。呃，对，你别你别说六哥。嗯。 就是这样简单的事儿，我的体会啊，倒不是说会使我更睡不着。嗯，我喜欢，我确实喜欢交往这样的朋友。哦、有些时候一说，哎，我记得我们原来有个老总，就老老老爱说，还是山东口音哈，嗨、啊哎，多大个事儿他我一听他说嗨、哎，多大个事儿，我顿时就觉得好像确实没什么事、哎。不过刚才你说到这个马斯洛所说的这个就睡眠也好或者梦的这个正向作用，我忽然想起为什么刚才老想插嘴，我读过一本书，一、这个纳粹德国时期。 纳粹德国的一个高层，你想他都是内反方的人了，他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说，在德国，唯一拥有私人生活的，是那些睡着了的人。就说梦其实，对于一个处在不正常年代的人来说，梦是具有巨大的疗疗愈。 <自>因为它是自由的，它是唯一不受控的，对对对，不、嗯、受监视的你想。你想这个梦多了不起啊！梦是自由啊，梦是自由、啊。我我一直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嗯、其实梦是最无法分享的。你比如说，我很少，我我经常会看别人，比如朋友圈里说，哎呀，我昨天做了个梦，我往往会滑下去，我不会看，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共情那个梦。他如果说我生活中碰到一个什么事儿，我是很感兴趣的。但是我觉得梦其实就是说，你只能呃，你也不用给别人讲。 因为梦是唯一不能分享的东西，因为梦拿语言说出来都是不准确的。对，所以呢，就它是唯一你自己的秘密，你自己能识别它，然后就是它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对自己的了解，甚至是某种自由，也是某种秘密，或者是也难以言传的东西。这讲的这儿我也得说，你看就是，呃、哎。 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得在讲，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谁对梦这么感兴趣？嗯，谁能够像弗洛伊德这样，就是把梦解到这个地步？就所以，就是我们，我一方面得说，我们确实是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就是或者根本上，我们自己是自己解梦的，自己是自己的解梦师，而这个答案在自己内心之中。但是你看，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 大家都觉得梦是神秘难以理解的，而周公解梦都和命运连到一起，而梦都是各种各样的征兆啊什么的。但实际上，你看这不一样嘛。那到了到了弗洛伊德这儿，就假如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发现，你也没法去讲弗洛伊德这个解梦的这个方式是对还是错。对。但是我们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到了这儿，梦终于能够被系统的理解。我有个好奇，<对>但怎么来证明他这个说的是对的呢？ 因为梦是无法证伪的，哎、因为我们<你>我我们自己会知道的呀。因为我自己也就也经常会有一种神秘感嘛，嗯、就是梦会有一种预兆性，对、嗯，是吧？呃、嗯，我后来是看过一篇文章，他解释了，就是梦其实没有预兆性，梦不能让你看到未来的世界，哎，但是梦能让你看到自己，对，梦能让你看到过去。他<对>说，所谓的预兆，事实上是回忆、欲望和期待这三样东西，或者这个比较吻合我的梦。 这个、嗯、这、个、这个、我我跟你说，所有对梦的这个过分超能力的想象啊，嗯、我觉得是没有实证的。它、嗯、其实是个反观，就是、是往回看。对，可是呢，我觉得它对我们非常有意义。 甭管他在生理上、客观上起到了是不是脑脊液要冲走那个嘎嘛，什么是吧？那个都无所谓，背他，背他，对吧？甭管那嘎嘛还是白他，但是呢，对我们来讲是得他。不是，我就说什么呢？我说对我们来讲呢，他为什么特别有意义？你刚才讲的啊，就是你看我有，他把一些感觉啊串联起来，因为我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那个我曾经讲过。嗯嗯 就是说，呃，我的呃呃母亲这个中风，中风之后她就不能就就就不能说话了。那当时呢，我在黄山脚下，那等于说呢，他到医院，呃，没几天就失去知觉了。那他只是在电话里给我说了一个话，就大概就要问他啊，我没事儿，就很无力。那就等于是是我母亲最后一句，我听到他的声音。 当时我有一个特别的印象，到今天都记得，就是因为他特虚弱，所以你就会觉得他这个声音特别弱，但是又特别温柔，特别的温柔又又无力，你知道吗？就是那么一种感觉。呃，后来呢，也涉及到给他找医院呐、啊、什么这些问题。然后呢，前些日子我就做了呃一个梦，好像就是梦见呢，呃，我妈妈这个这个呃重病了，然后呢。 我就抱着他，我就记得我是这么抱，我这么抱着他，这么抱着他，他这个头啊，就在这儿，他的头就在这儿。那因为那种无力，他的头就是这样，就这样。哎呀，就是软软的，在梦里啊，就靠着。当时我就在呃抱着他在两个医院的楼梯中间，好像是在跟我哥哥和弟弟在商量。哎呀，那个医院没有停车场了，好像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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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医院这个医生什么不接诊了，大概就是在梦里就焦急，我就站在当间儿，然后呢。 我妈妈没有呃出生啊，但是我就记得她这个，这个这个头啊非常无力的，又很温柔的，在我的呃就随着我抱着她跑啊，她就这样这样，就就就,就让我就是她听到当时听到她声音就是这个感觉，但是在梦里她是以一种她的那个柔软无力的脸在触觉和她的发丝，就是跟我那个声音的那个感觉是一致的，我就说梦啊。 让我们怎么说呢？刻印了，或者说让自己重新认知了。哎呀，这个梦醒过来之后，我就又想起，就是我我母我母亲最后跟我说的这个这个话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在梦里，它是一种<对>我抱着他跑啊，他的头这样啊，就一个像昏迷的人，但是就那个发丝又又拂过，就这个触感。 就你把那个和那个听觉的那个、呃、翻译成了是。是完全，我在梦里知道是完全一致的。我会觉得梦里的那个感受之呃之深，或者说就是就是那种，嗯，我就感觉好像是人，可能你在现实世界里还是不是虚伪的一个壳啊，还是你就是有表皮的。嗯，可是，在梦里的那个感觉、触觉或者所有的通感加起来，感觉就是去除了表皮。 对，我感觉是直接的裸露了，裸露的，裸露了。露了<对>你认识了你自己的心。对,对,对，我们,对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其实跟父父父父母之间都没有太多的情感交流。对对，对都是那种。但是你看，也是，我只有在梦里，我梦见我父亲。我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我们经常会说很多话，甚至。 那种感觉特别丰沛，特别饱满。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我父亲即使活着，我相信也不会跟他有那么多表达。梦里头是有，就是真的特别痛苦的时候，我会醒来，会觉得心脏疼，哦，是真实的疼，不是不是觉某种那咱们三个病人，那你先做个心电图先。真的我会偶尔啊，非非常少但是我会经常是，比如说呃下午睡觉，睡睡过，不是睡过，比如睡过头了，一直睡到傍晚。 有时候起来之后会觉得特别绝望。刘根讲的还不是梦魇，其实就是讲到午睡的时候不能太长，因为这是跟睡眠的，这是个睡眠的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嗯、因为睡眠就是它一个完整的睡眠，它需要就是先就是那呃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它走完这么一个部分，而且就是它要再重新从从浅入深，然后再这样出来，它需要时间。你可能得比方两三个小时你才能够完成这么一个部分。哎、呃，就是或者是呃四。 都说四十五分钟大概达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如果你睡得很久，结果会导致就是你貌似进的深比较深了，但是你又睡得不完整，所以那个时候你进入一个特别难受的状态。但是在晚上，我们比方睡至少五六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你整个的让这个睡眠。 是一个完整的状态，大小周天。醒来是傍晚，对，是最绝望的。对对对对对。这是这是为什么呢？啊，不知道。那咱们三个病都是同样的症状，呃，有这个感觉。醒来的时候是傍晚，好像会觉得内心特别灰暗。我对我就是这个跟生物下午三点以后，我就绝不敢让自己就再困都不敢睡觉，躲避这种睡眠。我会躲避，这就是下午三点以后，因为我知道醒来是傍晚，那就是就是一种莫名的绝望，就你一抬头。 因为你睡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你一抬头这醒来的时候就是就是华灯初上了，不是你平常看到傍晚的那个感觉，那个安稳的感觉。他这个人的状态啊，他就是跟体温有关系。比如说你睡得好了，你发现你睡不着，你的身体就越来越是始终是热的。对你睡醒了，睡睡好了，身体就凉了。然后呢，有个体温变化的规律，就比如说大多数人从早上起来看见天光，那体温开始。 上升上升上升，然后呢，呃，这个到午后又开始有点往下降，然后大概到傍晚，据说是傍晚六点左右又有一次这个上升，然后就逐渐又体温又有点下降。这一天里，要是年轻的健康人，大概幅度在一点五度，体温一点五度的这个变化，你状态好的时候就是就是起来的时候，是吧？所以他们就要短睡午觉也是呃有道理的。我还有个感觉就是，我要知道那个黑暗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现你你看到那个天，你每天都能知道那个天光渐渐暗下来。你是我觉得生理上是有感受的，但是睡下午三点以后，如果你睡起来，天已经黑了，我就觉得那个黑暗是在我，他是偷偷进来的，他没打招呼就来了，我就会有一种巨大的被压迫感。所以这个人体啊，是最复杂的这个宇宙，对,对吧？它我觉得它最复杂的地方在于它是能动的。对。 没法把人弄死了，研究就是当当你搞清楚的时候，你解剖他，对，解剖他是死的，对，但是他活的时候，就这个能动性啊，我觉得所以心理学可以。 大大广阔天地，不，所以说心理学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在哪儿？你看，这是心理学研究人的主观世界，就主观世界又不能用客观世界的那一套逻辑去研究，嗯、但结果它导致一个就是很难被就是标准化、很难被量化的这么一个部分。对你，比如说标准，我跟你说，我都有这个，我都有这个数据了。了我有数据。来了，你看啊，<laughs> 临近正午或傍晚，人的状态最敏捷和呃活跃。无论前夜失眠与否，你的思维还是会随着体温上升。 更敏捷，那听起来全是在自我宽慰。<laughs> 他这<就><家>他这小抄完了以后，<对><又>他提前都行底气了，他都几千本书里找对自己有利的。腰杆儿都硬了，没错，<laughs> <是>没错。你要失眠的人，我我个人的体会啊，不能作为什么，就是说，<laughs> 你要告诉自己没事你少吃顿饭，你饿呗。但你为什么没有这个焦虑呢？对,对吧？你少睡顿觉，<laughs> 你干嘛那么当回事呢？ 就我我我有一些，呃，有几个特别严重的来访，他们就有这个就是严重的睡眠问题。他们有这么一种逻辑，他们觉得自己白天状态不好，就是因为晚上睡不好。比方说，白天一般涉及两个，工作状态不好，再一个就是人人际关系就是处不好。他觉得自己是因为晚上严重的没有睡好，哎、呃，所以他们一直存在这么一个逻辑：如果晚上睡好了，第二天就有个好状态，哎、是就可以好生活、好工作。这个，呃、结果我自己就都能开开出俩药方来。 第一个药方叫用早起促早睡，哎，这还就是你必须得早上早起。你说这不是早上六点钟起？你看你第二天还睡得晚吗？还有一个，这这也也存在问题，他睡不着。还有一个，我认为就像小孩一样，我带小孩就是，你白天不耗他，他晚上就耗你。啊，对，我觉得就这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白天得耗，所以他们的逻辑是反的。对啊。其实，当他们偶尔有一天睡好了，结果发现第二天还是工作不好。 然后接着下一个晚上就又睡不好了，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总结说，这个逻辑应该是反过来，对，你得把你的能量给使出来，对，把这劲儿使出来，这样能软了，肯定使会睡着了，怎么使呢？<但> 就是就是就是攻击性，你的攻击性，你别想攻击谁呢？白天被老板骂了，白天被老板骂了，晚上攻击谁呢？攻击性，我们都躲攻击性是一个那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要打人，不是这个意思。我，我认为，比方勤奋的人基本上不失不失眠，哎，也不哎，你不能这么说，这个这很多人是勤奋失眠的，对非常勤奋的在失眠。比方你这种不失眠的人就不要替失眠的人总结。他一沾枕头就着，对，啊，比方我们举个。 简单例子就是，但你看在你这儿又不适用。就是假如你今天这个节目做得很好，你觉得今天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该你有一种圆满感，然后到了晚上你可能倒头就睡了。但但你看你又不会是吧？但一般的道理来讲，是你白天把自己的劲儿都使出去了，然后到了晚上你就可以就睡得很好。